大家好，大家看看有认识这种豹子的吗？看看啊，你看看是这老大，这一定要老大。上次我做砍了，看了老大点大，越大越好。看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啊，木工啊，说真的，应该认识。要是好像年轻的木工真的别想也是这种东西，我呀，那实际就干这玩意儿，现在65，干了40多年了，将近50年了，用这个用的都不多。你看着吧，这种包子，你看这都掉一块。这个包子是原先我的，这包子咋弄过来我也没擦过。这种包子大伙儿看看是干嘛的？看着吗？这跟刀似的那么薄。有明白的。要不你们那玩意的话，你给老木匠转过去，你看看他们也许知道。看这种包子，我这种包子不少，你看这都是土。实际上你看这种包子，一有的那个压包啊，它这个东西用不上，看到吗？这是一个前脚赛的瓦，看到它跟这种包子就不一样。这是我常年使用的包子，也是不行的，看到毛的，看，就是歪嘴子的，看歪的。头是斜的，看到吗？这都是我原先老使用的包子。大伙有知道这个了吗？有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？你叫出个名字来，我看看叫的对不对？好像一般的人，就是他有是木匠，他有的人也没用过这种包子。从这拉大了看了拉了哈，你看你看，这是我常年使用的，这个年头多了，你看还摔一块的，应该这是直的。这个有的跟刀似的，你看。这一包这包，行，看看大伙有没有知道这东西的。反正这种东西现在真的不多了，确确实实不多了。好，就这样。